出征集和贪官，梦之彼岸坠入泥潭，人文不单清醒作伴，不再孤单与我作伴，的再跳一个柔一点的大鱼和那个大鱼和那个那个舞叫啥来着，糟了我忘记了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哈，那个舞叫什么名字，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，大鱼和那个就是说那什么来着，左手指月，对，左手指月，感谢我们三哥，谢我们三哥，感谢。来一个，你可真会想啊，你可真会想，那个都来了你。好热啊，西西跳的好热啊，你们要不要给我吹一吹？来，我们一起呼呼，给我吹吹风好不好？给我们吹吹风。
一起吹一吹，给我来一点热火的感觉。我的妈呀，我就说这么闷呢，咋回事这么闷呢？来吧，我们来跳一个这个吧。我们现在点多少了？现在我们现在5.9万了，我们加油点到10万好不好？我觉得可以跳个海蓝阿木的歌曲，给你们搞一个海蓝阿木的歌曲吧。这个海蓝阿木的歌曲挺好听的，不过人间怎么样，家人们？不过人间怎么样？他把你吹跑了。我们先山城哥、徐彦书、航哥，你们有什么想看的哈？我们榜上的哥哥们有什么想看可以告诉我哈。还有我们就是在线的，但是突然又不在的哥哥们，你们可以告诉我哈。就是说，要是没有招待到位的，你们多担待哦。我们扣个一，哪怕世事都打动不过人间，可以的，扣个一。伤害又何曾停止？女儿请，女儿请，我们等会儿跳。在线的突然不在，就是他们发挥了自己的特殊功能，其实在的。善良的你掏心掏肺，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在。来，我们可以觉得可以的，我们扣个一。贵妃醉酒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大家都不要着急，我们可以让管理投个票。贵妃醉酒和女儿情下一首好不好？贵妃醉酒和女儿情下一首，还有后面的什么左手指月啊，那个叫做什么来，大鱼的都可以跳。家人们就是你们可以就投投票哈。你自己也好，那咱们就是说，跳一首《过人间》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别睡，迷茫的人他已经无踪，思念的人已经不在，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别睡，爱过这段艰难日子，想起来也不过如此，虚伪的酒我再也不。事事都打动宽容，伤害又何曾停止？哪怕事事都打动宽容，伤害又何曾停止？哪怕事事都温柔忍耐，难过又何曾减少？善良的你掏心掏肺，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，你自己也不好过，却要替别人的故事感动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别睡，迷茫的人他已经无踪，思念的人已经不在，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别睡，爱过这段艰难日子，想起来也不过如此，虚伪的酒我再也不接。
怕事事都打动宽容，伤害又何曾停止，哪怕事事都温柔忍耐，难过又何曾减少。善良的你掏心掏肺，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，你自己也不好过，却要替别人的故事感动。月亮月亮你别睡，迷茫的人他已就醉，思念的人已经不在，人生默默一对对的姑娘。月亮月亮你别睡，爱过这段艰难日子，思念的人已经不在，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。月亮月亮你别睡，爱过这段艰难日子，想起来也不过如此，虚伪的酒我再也不借，想起来也不过如此，虚伪的酒我再也不戒。事事都打动宽容，伤害又何曾停止，哪怕事事谢谢大家，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好看的话我们可以在公屏上面帮西西打一波鼓励好不好，就是等我们巴巴掌鼓一下好不好。像刚刚的那首歌曲叫做不过人间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哎呀，我们随你哥加 VIP 了呀。酒水准备好，二楼收到吗？好，二楼请照顾好我的 VIP。 善良的你掏心掏肺，好嘞好嘞，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，全自动沙发了，按摩也好过，却要替别人的故事感动。说他说他，月亮月亮你，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，今天有黑粉了，我太高兴了，我们家有黑粉了，家人们。我刚刚看了有两个黑粉，我希望黑粉再多一点，快，多一点，热闹热闹。迷茫的人他已经无足。红粉是家，我们家就是红粉太多了，我需要一点黑粉来骂我。我需要一点黑粉来骂我，黑粉多是好事，对陈哥就是这样的，我就希望黑粉骂我。这是什么鬼。老粉你就是过分，太过分，过分美丽。我也是黑粉，好，你们尽情的说哈，你们尽情的黑我，嗯，随便说随便说，你们一定不要停止，千万不要停止啊！等会儿我要是看到你们没在那个公屏上面打字啊，我就不高兴了啊。是不是我太渺小，太
乌鸡吗？我是面粉。黑粉多证明什么成功了？对，黑粉多一点，黑粉多一点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点到十万赞了吗？后面那个冒烟什么，是我的仙气，就是我是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哈，我是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第八个仙女。你们知道有个传说是七仙女是吧？好，那么我就是七仙女当中被玉帝就是遗弃的八仙女，然后我就掉落凡间了。然后呢，掉落凡间呢，我就得靠自己，赚一点银两，然后呢，打个飞碟回天庭。所以说呢，你们就多多支持我。当我回了天庭之后呢，我就给你们，就是你们想求姻缘的，我给你们求姻缘啊。你们要是想要求财的，我给你们求财，好吧？你们一定要，就是我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当我回到天庭之后，我一定预祝大家就是财源广进，事事顺利。我现在就是那个，可能是从凡间打飞碟上天上的话，可能有点还差。我现在已经存了一半了，还剩一半。我们还存一半，我就可以回天上了。谢谢西西，陈哥，你有什么想看的歌舞蹈可以告诉我哈。我们在家的哥哥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客气，就是说如果有什么喜欢的话，哦对了，我给你们放个我的这个歌单，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话可以告诉我，因为可能就是说招待不周哈，有时要是就是招待不周的话，大家多担待。来这里，我们哥哥们，我们家人们，就是可以看着这个可以点一点哈。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点一点，这就是我的歌曲的歌单。现在功力没有够，这丫头穿越时空了。你们昨天有没有带着我的红灯牌到处走游走啊？啊，你是八仙何仙姑，我是八仙女啊，我是八仙女。我们要留住小仙女。大美女你不能飞，把你留住哦。左手指月，哎，我刚刚就说跳过左手指月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。我输一点内功给你啊，给我内功啊。你有内功吗？你不是最高灯牌。青山哥带着你红灯牌到处跑，被我看见了是吧？哎呀，摩登爱情，女儿情，哦，女儿情，对，刚刚你们有没有投票？女儿情，刚刚投票结果是贵妃醉酒。欢迎小八，没有蹭火箭吗？什么意思？女儿情想看吗？哦，不对，贵妃醉酒赢了的吗？怎么女儿情都来了？大美女，我有泪功哦，难道你也是掉落凡间的？哪位神仙啊？还被薅了四千斗币，还是四千元？今天四千斗币还是四千元？二郎神，来，我们点到十万，家人们，加加油！我们加加油，你们想要参与吗？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参与我的这个小游戏？或者是大家如果说确实不想的话，我们要不要参与小游戏了？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游戏哈，我这个里面一共有那么多张，我都没有数我有多少张，好多好多张。哎，我这有多少张啊？好多好多哦，四十三张，我这里有34张，我这有34张，就是刮刮乐，你知道吗？你每一个刮刮乐里面都有相对应的，就是有惩罚有奖励，就是看大家是你们的运气好不好。但是呢，玩这个呢，热气球玩一次，看你们愿不愿意啊。里面还有现金红包啊，里面还有就是还有很多的福利，就是福利比惩罚多，知道吧？就是热气球玩一次，热气球玩一次，你们愿意玩你们就玩，等一会儿好吗？给大家说一下好吧，
这叫刮刮乐，这叫做这个呢，就叫做刮刮乐，啊，来，我们随你哥，随你哥，你选。啊，我这样子，我这样子，然后你这样子，随你哥，你从这边数到这边第几个？一共34个，你说第几个？我来给你，我来给你抽，你说第几个？我们随你哥，你说，我从这里数到这里，第三张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看一下哈，看一下。就是说你的运气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哈。看得清楚吗？我看一下哈。有点看不清楚的嘛，这怎么给你们看呢？我看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好，能看到吗？能看到吗？能看到吗？可以看到吗？这上面写的陪玩吃鸡一局。随你哥，你玩吃鸡吗？你玩吃鸡吗？陪你玩一局吃鸡。就咱俩玩，你玩吗？你会你玩不玩？不会。你不会？那你玩王者吗？啊，算了，不行，里面也有王者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换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你不玩吃鸡，那你假扮意思下个吃鸡我带你玩。也不会。不，那不能无效，不能无效，没办法，就是下定了就是什么了，下定什么就是什么，下定什么？哎呀，那个叶拉拉来找我了，等一下，给他说一下，我先给他说一下。嗨，哎呦，今天是白蛇精啊！巫婆爪子，咱们去打个四人榜十好不好？啊，我电脑可以打榜四吗？榜十。你电脑就不能打榜十吗？啊，不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那个叫啥来着，还没有那个就是权限没打开。你不相信看嘛。但是好像打一局哦，就咱俩打。我想打四人。我就打你这个巫婆。不，哼，咱们大哥说了，打你这个巫婆。我想打四人榜十啊。那我们就打三个榜嘛，我们就两个人打榜十嘛。哦，不行，你的榜是不是特别大？我突然想起了。对啊，我榜就差不多40-50万吧。你在说我？上次不是打40-50万，你忘了？我不给你打榜十，我们玩其他的。烦。我们玩其他的。玩什么其他的呀？这样，我先去看一下有没有人给我打四人榜子，没有人的话，我再回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拜拜。嗯嗯嗯，拜拜。嗯。陈哥，你来玩一局嘛？那怎么办呢？随你哥，你要折现啊？这个，你要折多少钱啊？这个折不了钱呐、啊，这个吃鸡呢，怎么拿钱来做赌注呢？这个吃鸡怎么能拿钱来做赌注呢？哎呦，金山哥来啦！金山哥来，你抽。金山哥，你来抽，我也不会。陈哥就是说，你刷一个热气球可以玩一次，然后呢，这么多卡片，你说第几个，我就给你说第几个，就是这样玩的。第12个，好，看好了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哈。哼哼，陈哥等一下哈，我们算好，原来哥哥们不要着
造型，慢慢来。金三哥，对不起了，金三哥，你这个运气真的有点差。金三哥，你的运气真的有点差。我给你们看，金三哥是干嘛？一个送主播热气球一个，来送吧，这个把它弄过去，送主播热气球一个，来吧送吧。来给我们陈哥，陈哥 你说第几，我洗下盘。陈哥你说第几，我洗下盘。谢谢金山哥这赞助。陈哥你说第几，我跟你说里面 有红包，我跟你说有里面有现金红包三位数。哼，你们那个第一个嘛，第一个嘛，好，就这第一个哈，我刚刚洗了牌的第一个，里面有现金红包哦。哦，陈哥你太牛逼了。陈哥你太，我给你发六十六元红包，我给你发六十六红包，你赚了，陈哥，陈哥你赚了。陈哥你赚了，等会儿我给你发六十六元。来，记得帮我记一下陈哥的六十六，把记得记着，陈哥六十六，陈哥的六十六。小八也要来参与啊，小八，好嘞。小八要洗牌吗？我给你洗下牌哈，我洗下牌，洗下牌，怎么洗？给你洗一下，给你们洗一下。不会不会，谢谢小八。小八第几个？小八第几个？第几个？看你这个。小八第几个？十八，够福袋吧？够福袋吧？什么意思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十八。小八你这个运气也不好，小八，小八你的运气也不好，你要给我们，你要给我们，你要给我们家人们发秒包一个，小八就发199吧，小八。你要给我们所有家人们发秒包一个199吧。好了，谢谢我们小妈。还有没有人要参与的？还有没有人要玩？还有没有人要玩？太好了，我们要给你，我也来一局 get 了。好，永夜哥，永夜哥，哎呦，永夜哥是来两局吗？哎，一局哦，一局一局。永夜哥抽第几个？永夜哥第几个？八